来，是的，这样子的等待是值得的。那我们的光雕呢，待会会马上呢为大家准备好来进行我们的表演。现场的朋友，好，我们的相机还有手机、眼睛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呢，即将为大家带来我们2017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三仙台的光雕音乐会。All pilots, are you ready? Ready. 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crowd here, are you ready?
约会。那在这边我们非常的感动跟开心的是呢，对，涨潮了，对，没错。因为去年的三仙台我们遇到了一场大台风，来为大家直播。本周的亲善大使已经交接上任，继我们的鲜肉凯凯之后，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美丽的网红。